咱台北的故事爱为网到归去，这是台北的起源。人到家，趁食、趁钱、趁生理，搁趁人情。我是做工仔人，到家找家世界的主人。我是铁皮人，我写遮个人由人民保庇的，打拼为客家拼做老钱。才有亲像保庇，有朋友斗阵。我看是我建宏团，我看少年上关心。才有过去的文化，才有未来的故事。即摆，请恁斗阵来帮。